喂 ，Hello， 大家好，我是迪哥。今天我們用這個比較特別的方式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咱現在看咱這個影片喔，現在應該是倒序法，咱就咱用這個倒序的方式來去分享咱這個六步應有的 Green 這條新歌。咱今天本集節目，咱不會出現說任何的評論、批評、奇怪的、不恰當的分析，哇，他的作曲多好了，他的吉他哦多麼甜美啊之類頂頂的事情。包括呢，这个跟咱中部频道顶管的影片是同款的，啥货嘞？我们不会说哦，我这个影哦，声音多么的美妙啦，啥货顶顶的。你若讲批评，哦，这个你也是那边搞批评我。咱放心，绝对不会有以下内容。咱节目开始。咱今晚阁继续来换其他的角度来翕这个影片，有嘛是继续个试讲到底是这种。現在我們日頭在那個方向，到底哪一個角度拍的人會比較好看，所以我也繼續在試啊，不一定說哪一段哪一段一定想要領者買一下，我可能要敲這領者喔，剛才你聽到的聲可能會比較好，因為這領者買的一點點落在裡面，我更夾出來就是你如果夾出來可能風聲再大聲，這我都不知道，我們就盡量來試，盡量來試。我們來說，所以說我們沒有要跟promote 啊，是安怎的？这个情形的，给因推销啦，给因安怎的？等等的情形，这条歌到底对我来讲，我听起来结果是安怎？我的结论是非常简单，我家己到目前，我这条歌听到侪遍，因为咱咧分享别人的作品，咱至少爱负责责任，讲你至少甲听完嘛，对无？啊听。多听几摆，听出一挂心情以后，咱才会分享。不是讲你啥话拢无听，你就感觉哦，赞这条歌，赞这条歌，我好听，你听一下，不是嘛？啊，我听听以后心情会感觉一言难尽。对，比如讲像我头前讲的是安怎呢？伊用什么款的技巧来录我有兴趣？伊用什么款的效果器来录我有兴趣？伊安那去调整伊内底 EQ， 甚至讲伊够用 compressor， 用压缩器啥话有？我嘛兴趣。像伊内底有用着 cross， 我嘛做兴趣，伊安那调的。因为大家人用的方式不同款啊，我嘛足介 cross， 但是我久无用 cross。比如讲，你也感觉讲我即马手机里面搞反应，我知影的，我以后讲较慢的，顶顶的。它里面用到 cross， 它里面的 EQ 怎么设定？它里面用了什么样的吉他来录？它用什么效果器？什么录音界面？想大家讲，他们用录音界面，所以我很有兴趣。到底安怎做？如果因欢喜，效果袂歹，改天还是讲有机会，甚至讲面对面吼。无法逃脱，伊伫南面台，包括即款南面家庭啊，伫高雄遮，无法度面对面啊，临港有机会，但疫情过了是安怎？还是讲伊有闲？还是讲我走去台北，我甲家采访，我甲家访问，家采访，然后机会话拄好话，啊，若无就不要紧嘛，对。我嘛毋是讲一定要安怎，来做即件代志，定定。我今日风来吹我们只头的名，差不多就是这情。他们到底怎么录？因到底安怎录？我有兴趣。但是听听以后，我不是讲听听以后去甲因批评，讲伊录了无好啦，是讲批评讲因安怎做，因为批评因做了安怎一件代志，未去提升我家己这两个价值。批评他们做怎么样，不会提升我自己的价值，提升我自己的能耐。有讲我做了安怎，这个频道的品质安怎，还有这个频道到底怎么样，不会因为我一直去嘴炮别人、攻击别人去引战。所以哦，大家一直来订阅这个频道啊，可能有些人这样做，但那是他们家的事情。是因到的代志，因咩啊做，迄无关我的代志。但是我家己，我爱完整，完整啊完整，就是讲我用这个方式，讲唔对的，啥话，甚至讲念对的字，啥话欢迎你伫下留言，咱做欢迎观众做这个代志。不是讲支持一个批斗风气，是讲你啊理性讨论所在、改进的所在、趣味的讨论、交流，等等非常欢迎啊，对无？靠人讲你拍一影片，人完全袂当甲你批评，讲你翕了无好，敢有？我都不知啊，可能有，但至少你伫遮样自由自在的交流、发言、评论，你唔免烦恼讲你会去受到啥物款的攻击啊、啥话啊、等等的，至少我个人袂去甲你攻击，别个讲哎呦你唔对啦，啥话我知影讲有几个人爱做啦，就是去甲观众呛声啦，甲人家呛声啦，等等的，还可以获得别人好评。我家己无惊这路数，我唔是讲因爱做是完全唔对的，是安怎？但迄是个人的选择，我选择我爱做。所以讲咱今仔这六部音乐的新歌 Green， 我欢迎大家做伙来听看嘛。
然后听恁甲伊鼓励，啊，就讲你有兴趣，你感觉讲趣味啊，是安怎，是毋是？你伫下甲伊留言，甲伊鼓励，是安怎？因可能会更加进步，有新的灵感啦，新的作品啦，等等，迄嘛是美事一桩啊。尤其说毋免讲哦，你唱片甲伊买落，安怎无？就算讲我未来推出家己的作品的时阵，我嘛袂去甲伊讲作品买下去，支持三回，很重要。重要归重要，当然咱有收入非常的重要，啊，就讲咱的这個产品卖了好，非常的重要。东西卖得好，有收入当然很重要。但是我更加希望讲，我更加希望讲，咱的这個观众，我们的观众可以更加的理性、客观，甚至用专业。我很重要，我绝对袂去讲什么啊！你观众你无专业啦，你袂当搞批评，袂哦，唔是哦。我相信我观众的水准，我相信我观众的能力，我相信讲因所讲的话，恁所讲的话一定有恁的道理所在，不是讲啊你唔捌啦，啥话来做借口，不是啊，就讲我做认真啊，啥话你袂当甲我批评，绝对不是。所以讲我家己安尼做，我当然嘛希望讲会当互我介绍的朋友啦，啥话嘛是用同款的这个标准来去甲大家互动，来去甲大家的这个交流。因为如果你人不互动、不交流，我感觉非常的无聊。不管你做什么代志，在我家己的眼内拢是安尼。在我的眼里，不管你从事任何，不管是美术、音乐，甚至你煮饭，好不好？如果你不能够给任何人有其的，甚至美妆，别那画眼线、顶顶，我跟他无为了。应该看得出来吧？对。绝对欢迎大家来讨论，但有的人不喜欢，但是我很喜欢的。欢迎咱观众来跟咱交流。啊，所以讲咱今日咱介绍这個六部音乐，咱介绍咱这個 Green 这条歌，甚至讲我嘛无甲因介绍着，只是讲我甲大家分享讲，因即摆有这个物件，因新推出这个物件来，所以讲你若有机会，你若有兴趣，你若拄好有闲，心情好，听看麦，下口有连接，甚至讲咱今摆八天音乐嘛来放这条歌，若是未拄好，你心情歹，你人忝安怎，不要紧，你嘛免讲人工转来补，你若有去听，我感谢你。每一天嘛不要紧，是在讲我家己的歌，我自己的作品，我的歌，我也希望你轻松看待，轻松那个，不要说有压力，有包袱，有背负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之类的，咱免甲想啊侪，欢喜就好，欢喜就好，咱我一直咧强调这件代志，不管是你还是我，我都希望讲大家生活过了快乐，我都希望大家生活过得快乐，能够。尽力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吗？啊，这是理想嘛，对吧？啊，所以呢，至少你在这个娱乐、休闲、放松、享受，我把咱这物件归类于这方向顶管。你伫咧享受生活，你在享受生活的时候，我当然无可能甲你情绪勒索，讲啊，安怎安怎，你一定爱听啦，你若无听，我会做伤心啦，安怎？啊，因会做艰苦啦，六部音乐会很失望什么的，没有。你若拄好，心情好，然后体力充足，心情适当，甚至说你的精力旁边啦，你的扫涂骹啦，啥话，你的生活顶顶，你的披衫，你的收衫，你的精力处理来讲，明仔要上班，你困醒了，要听点安怎，欢迎。只是讲你上班时候要听嘛，我袂甲你阻挡，反正无人知嘛，对不？你心情好就听。你要用无线耳机、有线耳机、头戴式监听耳机、监听喇叭，想要赶快可以改成放大检视，欢迎！因为我拄仔食遐个结论就是，我敢放大检视，要讲讲做趣味的所在，大家录出来物件一定无同款，大家录出来的东西一定不一样，它的混音到 master 到顶顶的拢，大家有家己的风格。你也好奇，你也有兴趣，欢迎甲因讨论、甲因留言、甲因交流。我嘛希望讲这种代志愈来愈侪，大家当用一个无同款的角度甲理论的奇怪，今仔开始变成讲理念的宣导咧。大家当用一个无同款的理论顶顶的来去。慢工理论，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增加这个理性讨论交流的比例。不是讲你去人的歌遐，我鼓励大家这样做，不是去引战的，也不是去辱骂哦。你讲，不管是谁的作品，包括我，这个很重要。不是说你可以批评别人，不可以批评我，而且一直双标，不是。不管是像诶，我诶，帮诶，其他六部音乐会，讲咱未来可能介绍其他好朋友啦，啥会等等诶。这个作品等等，每当甲因批评，无欢迎批评、留言指教，迄足重要。有时阵人拢有一挂盲点，啊，
所以讲，我都希望讲咱观众啦、好朋友啊，等等，甲我点出咱这盲点来，咱继续来进步，来修改。就是讲，咱未来咧写新歌，也是咧用新的表演现场，等等，咱能做着进步。所以我欢迎大家做这件代志。多谢你讲啥，应该嘛是相关的代志啊。因为就是咧做这個，大家开始愈来愈进步，唔是讲某团某某创作者某某，现在讲是卡无影片嘛好，等等的。不管是原创 cover 还是生活分享什么，什么用像咱这边都顶管咱客人当牛皮，现在为民顶顶，都可以分享，都可以讨论，都可以交流，都可以互动，都可以建议，好吧？安尼咱这社会开始愈来愈好。要不然讲禁评，那就禁止评论，就歹啊，对无？啥货拢袂当批评，就你家建议一下，家就讲你写出你个人的抒发跟心得。你家搞我批评，你坑我，我遐尼啊艰苦啊，我遐尼啊怕命，你家搞安尼，袂使，我们拒绝这种行为。我们，把人跟做是因到的代志，至少烂啦，烂。好，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咱用咱家己的行动啦，用咱家己的能力等等的，来去做这件代志的一个。算革命嘛，等等的代志，咱也用咱家己的行动去证明这些代志，甲咱的价值观。唔是讲你叫你讲出征啊，怎做啊？不是，包括我在内，包括感谢咱各位粉丝的收看。现在讲你即摆是外国朋友，你可能听无，不要紧。我用心灵传达咱家的这個理念，欢迎，欢迎咱来分享这些代志，欢迎来交流这些代志。唔是讲啊，我今仔出新歌啊，是安怎？啊！你也甲我批评，讲我做了无好，我就甲你封锁，我就甲你删除留言，啊！就讲甲你取，我是唔知讲怎看我，看我，刚才讲前阵子取消啊，我就甲你取这导战，讲啊！你甲我批评，你这样恶质的，啥物经历？无，我们欢迎大家的评论，所以讲我的朋友应该拢会欢迎大家做这件代志。那就一讲，那我用怪里怪气的方法，哦，这六不云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团？六不云友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乐团，他们到底有谁呢？我们现在来揭晓。我没有兴趣做这个事情，还是不是他们不为人知的背后历史哦？你有兴趣，你家可以家问。但是我未去用这种方式，甲这种口气去甲你讲这个代志，讲这个教科书背起来，爱得对的，还是讲啥话等等。我哪有甲因提钱，我哪来怎样？所以我们跟观众约好，如果我有拿他们的好处，拿他们的钱，我一定一味的支持。正面称赞他们，很抱歉，没有，并没有所以讲我唔免用这种方式去煽动观众，或者把观众情绪勒索，或者用一种很看似很中立的口气去讲一些其实不是那么中立客观的事情。我个人非常反感那些代志，譬如讲啥会咧，我自己很喜欢的吉他，我自己很喜欢的音箱，我自己很喜欢的效果，其实终身跟这边都有淡薄关系啊。我拢袂敢甲这个物件娱乐啊，就讲神话、神格化，讲哇，这个物件，这个琴，哇，这个音箱，偌好听，拄偌好听，顶顶的。啊，你也袂晓，代表讲你后，你唔办啦，啥会顶顶的啊？你外行，啥？咱绝对袂安尼讲，因为我甲的这个物件可能拄好，可能刚好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啊，但也有可能跟很多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啊，迄种不要紧，只能讲效果器的设置，啥会顶顶的，咱直接分享这个代志。把人改安尼个设定啊，我改安尼个设定，无绝对的好坏，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讲可能一寡场合、特定场合下，伊会较好听，还是讲我会较好听，仅此而已。啊，就讲伊弹了爽好，就安尼就好。我弹了爽，我弄了欢喜，我弄了爽，伊弄了欢喜，弹了爽，安尼就好啊，对。啊，所以呢，咱即摆就今日咱个加六部分有介绍这款同款，伊讲，我们最希望看到用你最真实的方法来进行的，所以讲伊开始找我来。做这分享，袂歹，我就是袂安尼，也是因为安尼，嘛是因为安尼，所以讲我开始接触讲要做今日这样子。啊不，我前面还有几很多影片都还没发布，我最近买了我家己的作品，等等的，啊一步一步来改进来进步，这种是时间的成本，那是安那我会决定要接受做这件代志，做这件样子，就是因为我感觉讲，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玩，而且自在，而且真实真诚。所以说我没必要去跟人说，他们那个歌那个段落的细腻哦，那个编曲有多么的精妙哦，那个主唱的抑扬顿挫哦，那个吉他有多么的，我也不知道语音绕梁顶顶的，买啦，我啦，我刚刚在讲，你咱把这些频道解除订阅，解除追踪，稍微用台台型的讲检举按一按的，代表讲咧为好，
啥货嘛，对无？恁讲咧讲白贼啊，我咧讲误导啊，咧讲情绪勒索啊，那唔对啊。我就想反对人安尼做，结果我家己安尼做，安都唔对啊。请你一定要制裁我，制裁这样子做的人，安尼唔对啦，你讲安尼。啊，我刚提好图，比如讲我 CD 卖100张，我抽偌济，我偌济 commission， 那还比较有点合理啊，做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就无啊，而且我头前就讲啊，我无必要去甲因批评来提升我家己的价值，我不需要批评他们来提升我自己的价值、啊，所以我也不需要经由贬低他们，或是包养他们来增加哦，你这样搞哦，安怎安怎，还是讲哦，我音乐品味很好，不要不要，我家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如果我要证明我的能力、我的价值或我的品味，我为我家己的作品、原创作品、定定的表现、演奏、即兴定定来证明我的实力就好了。我没必要、我没有必要去说啊，人家歌歹，我可以跟你讲有10个、20个、100个缺点。啊，哪里走？如果我有这样做，也请你欢迎来检视一下。我告这告这的代志，那有对吧？这个频率还有点价值可以听。那我感觉录了之后，人就无一个价值嘛，对。哎，差不多是了，这款的情形，那就是标准聊后，公正、客观、有趣的来做交流、评论，跟咱这建议等等的。我相信讲大家一定都会非常的欢迎咱来做这件代志，因为呢才有正向的一个循环、一个发展，就讲拢是好的，或者讲拢是歹的。那其实这社会干有这种情爱的料啊，一定爱咱正面还是反面。无好诶，批评诶，也是讲肯定诶，娱乐诶，拢有。咱这个社会开始进步，不管你是倒一个人，还是讲你是讲虾米款诶语言，介款虾米款诶音乐啥货，等等，介弹虾米款诶乐器，还是讲你无介弹乐器，等等拢不要紧。欢迎你来交流甲分享。好，咱即卖这条歌可以嘛放到3、4、4、5届啊。感谢你诶收看，我得到。咱后尾再会，拜拜。哎呀，现在咱这边来到节目的尾声，我让你就哈哈，有这些出名红起来去咱这正序啊、倒序法等等的，希望讲你改跟咱影片的，欢迎你给咱留言、分享、批评、指教、建议等等的，欢迎你来做，我得到啦，拜拜，拜拜。我脑子画没电。骑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吹安尼怪，咱即马节目效果，咱即马伫这野外四下无人，咱在安尼做，拜拜。